欢迎观众朋友继续在关心最新新闻，来自番路乡的消息。今仔日上午伫番路乡公所边仔的老人文康中心门口，举办了一场相当有意义的活动，由嘉义县环境保护局所主办的小家电免费检修服务技艺手物交换活动，吸引不少的民众共享盛举。番路乡立幼稚园的小朋友也来到现场，做伙参加这场活动。小朋友手提着要来交换二手物品，欢喜的放伫桌顶。这是今日上午伫番路乡公所举办的小家电免费检修服务，啊，佮二手物交换活动。活动就袂少的民众做伙来参加，将家中用袂着的物品提来交换，啊，佮换修。哎，今天很高兴哈，在我们番路乡公所举办二手物品交换的一个活动，然后有很多民众，他们把家里有一些还可以用的，就拿到公所来。而民众像小朋友们，他们呢把家里有些也可以用的，然后过来大家一起分享、交换，然后把你喜欢的东西送过来，然后你又把你喜欢的东西再带回去。所以小朋友从中他会学习一个珍惜物品，然后又有一个分享的一个概念。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活动真的是很棒，也欢迎说我们民众也可以借由二手物品的一个交换，然后过来这边购买一下，帮助一些弱势。像我这个，我就买了一个这个物品，也觉得说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又可以留作纪念啊，送给朋友也可以，然后它的价钱又很便宜，真的是一个二手物品交换的活动圆满成功。在这场活动当中，除了有二手衣物、二手物品的交换，还有换修以外，还有一个相当特别的小家电维修，提供给民众来修理电器。伊这个活动嘛是要向各界来推广，大家爱爱惜资源，和资源会使一直循环落去。最新新闻整理成番路乡彩虹报道。哇，多给你一个，透过晚酒超市，它的通路在我们台龙花这家公司帮忙，所以整个可以跟日本的好朋友分享。台湾の嘉義県で作られたパイナップル三つ編みです。嗯，確かにちょっと硬い部分があるんですけど。雲山リアン知事と生産者の陳インディエンさんなどが訪れ、パイナップルを品。这样的凤梨有着两国的情谊，那这样的凤梨有两国之间彼此互相关心的那种温暖，我们希望就要像两国之间的感情一样，可以长长久久。希望日本的好朋友大家会喜欢蜜柑味。猴子，这真正不重要。这对我来讲，这不要紧。哎呀，就算是演戏，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啊，唔挂绿灯呢？就算是车顶，嘛是爱夹行人穿越设施哦。亲子爱夹车，这不要紧。过车路爱记的停、看、听。过车路，请走行人穿越设施。你我要安全，上要紧。骑车不只是个移动方式，更是一种国民运动。时速15公里的速度，再次感受台湾之美。我是交通部长王国材。2023世界自行车日，单车游程嘉年华，6月3号，让我们一起相约骑车吧，不见不散。